周运势红榜，富有主见，狮子座，信念驱使，射手座，魅力突出，双子座。双子座综合运势五颗星，事业上按部就班的进行，和团队的互动合作都十分顺利。潜意识里渴望改变现状生活，部分人有搬家迁移的情况。感情上沟通状态不错，魅力突出，建议用轻松愉快的态度面对感情，避免谈太多未来的事物。有伴者容易在财务上和伴侣陷入纠结，财运上迎来一些财务问题，危机感越来越强，但也触发了你踊跃的思考，避免做大额投资和冲动的财务决定，方能平稳度过危机。学业上致力于思考沟通与学习，学习方案价值观可能出现改变，一些根深蒂固的想法可能被动摇。射手座综合运势五颗星，事业上有很多想法，逐渐恢复能量，有力充电，旅行、迁移、外贸，本周就算遇见麻烦事，都也可以凭借坚定的信念和能力迅速搞定。感情上相处甜蜜，但免不了有一些迷茫的感觉，总觉得缺乏归属感。财运上危机感四起，压力比较大，需压制恐慌情绪，好在能够逐渐想到一些解决方案，适合做新的理财规划。学业上动力十足，文思泉涌，很多难题都可以轻松解决。狮子座综合运势五颗星，事业上迎来一些变化，可能会换工作，或是迎来上司的更新换代。本周富有主见，又充满力量，可以完美的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麻烦。感情上潜意识异常丰富，许多想法在逐渐酝酿中找到明路，虽然会产生自我怀疑，但有望迎来新局面。财运上需谨慎投资，警惕迷糊的想法，以免无法看清真相。学业上非常忙碌，但是思绪状态不佳，容易陷入纠结。